范例二，为多视角分群。多视角表示我们从不同角度去看资料，以分群任务来说，若能同时考虑这些各视角资料，则可使整体效能提升。接下来会展示我们的演算法如何在不直接交换原始资料的情况下，考虑多视角资料进行分群。一个动作由多个角度拍摄，并将资料分别存放于不同用户端中。假设现在做了一些动作，各用户端收集到一些各视角资料。X 内的一条，代表收集到的一笔资料。首先，各用户端会做 subspace clustering 得到系数矩阵 C。根据 C 可以知道每笔资料之间的关系性。关系越强，中间连线颜色越深。关系越弱，连线颜色越浅。根据这些强弱关系，可以对资料进行分群。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一开始因为都是考虑到自己的视角资料，因此分群结果并不一致。之后，用户端各自上传 C， 中央端融合后得到新的 C， 再回传给各用户端。结束第一轮，进入第二轮，各用户端根据回传的资讯再次训练自己模型，因为这次考量到其他视角资料，分群结果会趋于一致。之后一样，用户端上传，中央端融合后回传，结束第二轮，进入第三轮，各用户端再次根据回传的资讯训练自己模型，经过前几次资料交换，分群结果达到一致。而后，用户端上传 C， 中央端融合达到收敛。在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各个用户端在训练时，可以将以自己表示的方法，换作以较少资料来做表示。也就是将资料 X 缩小为 Anchor A 进行表示，之后的其他步骤皆一样。由于资讯交换是利用 C，从这边可以明显看出 Anchor 表示法的 C 会小于 Self 表示法，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可进一步降低中央端与用户端资讯交换的通讯量。模型收敛后，最后中央端给出一个一致的分群结果。谢谢观赏。